大家好，我是志气，今天无聊又来玩一下这个小丑啊。我随便玩一台，打了大概100多转开，然后这一只有转开10转就开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用个加速，听个小丑的音乐。它这个开一支7就是有350枚。那你如果觉得它这种跑很慢的话，它旁边还有一个掠过的话，你就是可以不用去等待这个时间，算是还蛮人性化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玩家喜欢享受那个开牌的过程，那个音乐啊、听歌啊、看动画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当你一直开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会想这样了。有时候我们漏太久也是会很累啊，漏太久觉得很慢、很累、很麻烦啊，没有漏又很吐血，脱裤重伤，一直拼，一直天井黑吧，肉包什么样样来，疯狂的抄台子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略过一下，计算中，350枚，啊，这边是后面的，所以就只剩70枚，总分是350枚。看一下还会不会再短开 ？Go Go 开起来！它红蓝的话就是表示是大只的，啊，没有红蓝的话，哦，干又短开啊，舒服，碎碎碎，红蓝大只，哇，第三只了，太猛了，杰克，红蓝。那这边有游戏说明啊，这边红蓝就是提示将开出 bigger bonus 大只的，那如果是绿黄的话就是不一定了，有可能是黑吧。然后爆连模式的话，这个很像是采光的感觉，白色然后再采光这样子。这个我群组的有一个群友有遇到啊，好像肉蛮好的，还不错。这个应该很难遇到啊，就是跟外面那种台改小丑一样，百年难得一见，大家不要想太多，就消遣娱乐小玩玩就好，偶尔再看能不能碰到那一种爆脸模式，彩虹光。那我们这边一样来略过一下，等这只小猴子计算。哇，那目前开三只了，还不错哦。再来，那张都超短开的，像跟外面的很像，就是32转内很有机会亮。得，那你要弃台的话，就是看你要128还是200都可以，或者是250、300，就跟外面的那一种。我们去游艺场玩的都差不多，因为它这个都是模仿游艺场的那一些 slow 啊，把它变成线上的 slow 这样子。现在还蛮多家这种 online 啊、娱乐城啊都有用这种线上 slow 电子版。啊呵，没有机会了吗？还会再短开吗？
我们100转内都有机会。快点亮起来，它这个还不错，有那种快速自动转。来看一下这个50是什么，50是超慢速吗？没有啊，这是什么？300，好慢，停止，我要来用快速，还是快速看的比较习惯。马戏团的小丑，小丑也有还蛮多都市传说的，在美国啊。所以变成说，有一些小朋友看到小丑就会害怕。像他这一个机台，他这个小丑就是设计的蛮可爱的感觉，可以逗小朋友开心的小丑。然后美国啊那边就有出现一些怪怪的人，都很爱在那边扮奇怪的小丑来吓人。吓大人啊，小朋友都有，然后还蛮多奇怪的事件发生。哦，又开了，水啦，大只啊，有没有100转内都有机会？舒服，上面那个777还会亮灯，设计的不错。我们直接再来略过。看会开几只，目前已经第四只了。再来再来，短开起来。那我们现在也是疫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每天确诊都破千啊，好几千，五六千啊，真的很恐怖啊。往那个破万的日子应该不远了，大家还是尽量没事不要出门啊，少出门，口罩戴好，招财进宝。在家玩玩游戏就好啊，看你线上游戏啊，还是这种实肉的游戏啊，都可以。虞姬也是有啊，线上真的太多奇奇怪怪游戏了，应有尽有啊，整个把游艺场都搬上线上了，只要用手机就可以玩，非常的方便又快速。不用人挤人啊，也不用在那边，可能你打这一台还要在那边排队啊，还要在那边等人家打完你才可以，才可以玩之类的。还有机会再开吗？然后啊，那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就是麦当劳叔叔现在也都没有出现在麦当劳的外面，都撤掉了，好像也是因为小丑的那种都市传说，然后就变成说麦当劳叔叔坐在那里，或是有他的公仔什么的那种小朋友会害怕。
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麦当劳叔叔撤掉了。转速跑蛮快的，聊个天，现在就已经来到了72转。这一次应该是没机会了，我觉得。依我在打外面的小丑来看，哇，没有动到变这样。我们打台的经验啊，就是如果真的要漏很多的话，它就是一直疯狂的短开。那我们上一只是快100转，那这一只又快接近100转，所以这一只很危险。这一只顶多就是200转内开。啊，如果没开的话，又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开了。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感觉，到底是要弃台还是继续拼？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说，哎，又开了，又开了，碎哦，都是大只的，好猛哦，五只哎，太猛了，杰克，继续掠过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刚刚，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说。你这一支开出来的牌是好或是不好，有可能这一支牌开出来就疯狂的爆脸，或是你开出了机台的特别奖之类的。哇，那我玩他们小丑的运还不错，我上一次玩也是赢，然后这一次玩随便随机选一台，马上就给我开了五只大只，都是100转内。第二只、第三只是状况比较好，都那种10转内就开了，吓到吃手手。再来看一下，我们获得了摸彩券一张。他们这一间好像也蛮有名的，广告打蛮大的。前街 online， 杨秀慧代言。金叉运我也很久没玩了，之前都玩。他们的微金还有南果比较多，但是我是比较喜欢玩石肉的啊。刚好台友推荐，他们也是蛮多石肉的，大家也可以来下载玩玩看啊。在等我拍片实战分享。这个对我们有在打石肉的，他们这种石肉，我们应该是都看得懂啦，我这样玩下来都大同小异，就只是可能人物的不同啊，或者是那一种设计不同，应该都是算人物不同而已啊，设计好像都还蛮像的。噔噔噔噔，又快来到了100转了，难道要在100转前亮灯吗？他这个应该不是叫白光小丑吧？应该就叫小丑而已。黑吧，112枚，77吧。欸，又开了欸，欸，真的又是大概100转那边欸。干，我莫名其妙爆连模式吗？我都是红蓝灯而已欸。第六只大只了，太棒了。不要再叫我黑吧家了，我今天都还没开黑吧，
今天全部都是很给力的开大支的777大档演出，777连线，再来再来，感觉不错哦。欸，那他的器材时机可能超过100转，你可能就可以放了哦。因为我这样打下来，我六支都是算连了五支啦，五支都是100转内量的。刚才那一支应该是快100吧，或是刚好100转。刚好我在看游戏说明，再来个短开吧，小丑兄弟。转速来到了42转，妈的，不给我50转内量一下吗？亮起来 ，Go Go！ 然后有台友分享说，你如果想要了解他们这个石漏的天井多少，可以去询问客服，客服会跟你讲。那我后面我也会整理一下大家提供的资料，再分享到影片的留言处，跟大家讲一下大概的攻略啊、天井之类的。又快来到了100转了，有没有机会再亮呢？哎呀，那个人的名字太帅了吧，让我输钱拜托。还有随随便便就中，那么猛的吗？哇嘞嘞，三级了。然后这一支，哦哦哦哦，哦，这个就不一定会那个了，嘿嘿，不一定会大支。我才要想在那边说，然后这一支可能危险了，他马上给我亮，妈的嘞，吓到吃手手。我们打台就是最爱这种感觉啊，当你觉得你要放弃弃台的时候，然后他突然又开牌亮起来，很舒服。现在目前六只大只，一只小只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影片感觉有点长了，好险他这个可以略过啊，啊不然有的人应该会看不太下去。直接开牌略过，不然还在那边等他漏代币的话，那有时候还蛮无聊的。奶鸡怎么会中奶鸡？奶鸡没有亮灯，还蛮难看到他中奶鸡的。想说要亮灯的，再来看一下他这个采光长怎样。采光哦，有啦，采光还蛮容易看出来的。它是白光跟采光吗？
50转内亮一下，不要都快100转才亮啊！等等呢？哎，又亮又亮，他妈的嘞！哦，大只大只，哎，听话哦。妈的，还真的给我50转内亮嘞，太猛了，杰克！哇，7大1小，舒服。是他们的小丑比较软吗？还是我运气比较好？随便选一台就开成这样。今天运气不错，再来再来，看会不会继续开起来。说开牌都会吓到。之前我玩那个扶桑花20块的哦，那个也很恐怖啊，就是要听他那个啾一声亮亮起来哦，那个20块的超有感。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停损点没设好的话，会很吃力啊。有时候我就是这样。想说不可能吧，300转的没亮，500转的没亮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直上天井，哦，很重伤。那个一只天井台币大概40000吧，然后又最怕天井给你开个 O 吧，然后区间打一打又没有亮，哦，整个脱裤。有时候我打那个20块的话，一天就喷大概6-7万。整个很傻眼，但是也是有赢过啦，所以才会蛮常打那个的。之前蛮常打，现在没有了，退坑了，太恐怖了。还是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的目的会比较好。快100转了，100转，我们来马上弃台。100转没100转钱没亮，应该就不会亮了，我是这样觉得。目前这个状况，因为它都是在100转前亮的。等等。还有机会吗？哇，他没有动到手机，又给我变那样，很奇怪。我另外一只手机就不会，这一只都这样。我明明是设定10分钟闲置才会关荧幕啊，刚才这样又没有10分钟，有那么久吗？我都有摸呢，我摸我的荧幕呢，奇怪了。好了，快100转了，应该差不多收工了。7大1小，很猛了啊！因为我没有开爆连奖，这应该是类似不知道怎样随机抽到的开牌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差不多要弃台了。留给有缘人呢、啊。这个没意外，应该是200转也不会开的。不信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下去，只是怕你们无聊而已，看不了那么久。顺便来做个 ending， 影片准备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
再欢迎留言经验分享，不嫌弃就订阅一下，感恩财源广进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安静的看下去，看是不是跟我猜的一样。目前这个状况就是不知道要几转才会亮了，所以100转弃台是对的。现在我家的仓鼠布丁也跑出来吃东西了，肚子饿了。噔噔噔噔，然后也有台友分享说线上的又有遥控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线上实体都有遥控，还蛮想看看那种东西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。他们这种电子的应该不会有遥控吧，实体的感觉比较会有，电子的可能是要有那种后台控制，可是他们应该也没有道理去那么无聊去控制这个吧。而且我现在是半夜晚的，快早上了，难道后台人员24小时都有人在上班？有没有？现在快200转了，跟我猜的一样啊。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保守一点，就是200转再弃就好，因为也是蛮多时候就是200转内都还有开。好了，准备结束。扶三花的话是都弃192，收工，刚好200。